在台湾有很多影迷欢迎的韩国影星蔡琳，今天继续进行她宣传活动，同时还穿上了一袭白色婚纱礼服，她说就是她结婚时候所穿的设计的礼服。 大家有话好好讲，两位男主角苏有朋和何润东怎么一见面二话不说就是婚前互看，外传两人拍戏时用下的情节，难道？我觉得很无聊了，基本上，我想每一个角色对戏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存在什么一步一哥的问题。说来说去是大家想太多，但女主角蔡琳的笑容可是永远都不嫌多，尽管这趟来台被传位言所苦，蔡琳依旧是笑眯眯的，因为身上这套白色露肩的婚纱小礼服可是她从来没有亮相过的性感宝贝。 第三次来台，不变的还是亲切的笑容。蔡琳在阴晴不定的四月天里带来难得的温暖。华视新闻黄明辉、叶文斌台北报道。